来看一下，这是刚做好的两台沙袋宽度 7.5 的磨刀机打磨机啊，这是选用的3毫米不锈钢作为机体，400瓦电机，主动轮为同步轮和同步带，增加了它的扭力非常的大，两个轮为铝轮啊，散热性非常的好，采用的是无极调速和这个正反转啊，无极调速正反转的啊，咱们看一下啊，无极调速正反转，需要的朋友可以在主页找到我的联系方式，直接加微啊就可以找到我哈，非常的方便，好吧。